来这里的时候不要只安排一天，应该是要两天或三天，做一些深度的旅游。如果你从不认识部落生活或者是部落文化，非常欢迎你规划三天两夜的部落巡礼。那现场当中也有在地的民意代表非常关心我们山中的教育和音乐会，我们要谢谢在场的罗娜村长、吴娜村长，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还有南投县议员是清水议员，我们可以给热烈的掌声吗？其实现场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现场，但是我们想说，因为那么多唱迷，可能我们音乐会没有没了这样，所以我们先讲我们在地的，还有欢迎我们罗娜社区，我们的乡民代表吴世林代表，你在哪里？还有我们的乡民代表松建福代表，谢谢你们一直关心在地的活动。玉山星空音乐会至今迎来了第九年，故事的延续就在我们校园的后面。如果你明天不急着走，你可以走到我们校园的后方。马校长有一次就在后面散步的时候，四周的美景，虫鸣鸟叫声，还有孩子们的读书声、歌唱声环绕在他的身边。当他停下脚步的时候，他就站在后方，我们校园后方有一个小型展演的广场。此时脑海中就浮现出德国波波米夏日音乐会的画面，于是他就想着想着，我该如何让部落的孩子们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艺文展演，来拓展孩子们的艺文想象跟激发他们的天赋。就在信义乡公所还有关怀山中教育朋友们的支持下，玉山星空音乐会就从单纯的只有部落的学生、家长、观赏的400人，渐渐扩及到去年将近有5000人。每场的演出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但是他们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，所以我要邀请大家，一定要很热情的给他们鼓励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尖叫声。